刘德华星期二在泰国拍广告堕马受伤，搞到粉丝劲担心。虽然他现在已经回了香港就医，不过刘华都55岁了，整亲手尾好长的。今次他盘骨撕裂，脊骨又受创，要吃止痛药止痛，还试过痛到醒，瞓得不多好、啊。不过华仔的思想传统，他好想快啲出院，因为他不想在医院过新年。消息指他提出今日出院，但是院方就不建议这样做，还要求他在医院住多成个月，直至伤口完全愈合。不过以华仔工作狂的性格，他就应该不会在瞓医院瞓咁耐了。